旅行团，你旅行团啊，完蛋了，轻松，这是谁的腿？哈喽，这是你地板上是我，这是路鸡巴哎，你跟他去旅行团，我是前往指定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要去赚取你的旅游景。哎，好耶，这边这边有没有印象？这家，举手，金光。再过两，你们这边道路是这样报的、喔？对啊，差不多啊。我们现在冒险右转，好 ，OK。往二轮，右边就是了。什么钱呢？就这个洞啊。嗯，不要动刚刚就不听他的讲，我就硬要寻找三代同堂的家庭。要去哪里找？随便找啊。嗨，你好，你家有阿公阿妈吗？妈阿可以今天可以去你家吃饭吗？不住我就讲。家里蛋，家里蛋。不不不不。不啦。反正我也管啊，你们讲啊。谢谢阿妈帮忙。谢谢阿妈。都讲过。那你动作快啊，我先做好了。哎，我跟你讲啊，厨房里面啊最怕乱成一团。哦。他的煎那个姜糖的，那火小一点。盖一定是火要小。哎，那个你煮鹅鸭汤好不好？哎。你先把鹅鸭倒出来，那姜才切切。你们还有素菜，我去公关你。好好好。哎，我觉得这个那锅汤，如果这个是勾下，会清香哦。我的鹅鸭汤是什么？对呀、啊。姑姑就是妈妈的，爸爸的，爸爸的妹，爸爸的姐妹啊，爸爸的妹妹啊。那你在隔壁开那个互动美女？对呀对呀。我女儿以前也教英文 ，Sandy 啊，对对对。好好好。啊，她英文不错，我们家最好的。哎哎哎，怎么挑我？还在跟他讲话，他都忽略。都忽略你。我是姑姑。姑姑啊。姑姑，你要不要煎鱼啊？教我弄。我跟你讲，煎鱼就是好料，对，然后放油嘛。然后对油热。然后姜要先放吗？姜不要先放，你把鱼煎的差不多，比较酥脆的姜再下去。谢谢姑姑，谢谢你。我觉得我用这个来煎鱼好不好？你弄好，我要好。那汤先等一下。不到是我的温柔。大师煎鱼给你看。妈，救命啊！然后这个消防枪没有？你要盖子吗？我有盖子。这也盖得很好。不要说，怕你们不熟的。不，因为那个烤的才会这样出手。你这样吃的话，那个丝都没了。对。很香，你的鱼还没，我还没有摆。那稍微看一下，因为其实煎鱼我还 OK， 我只是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要煮给阿妈吃。现在我们的路西巴在煎，准备的是那个煎香肠，没错，我是煎鱼，没错，他负责汤。那剩下的两道菜就是我们买一个半现成的，等一下只要热一热就可以吃了。要不要吃这个爆出来的肉干？烫，这个时间可能在街角。哎，你在外口呀？你在外口呀？我在门里面当猪圈呐。哎，救星来了。哎，吃饭来。哎，我恭喜你们。哎，你们那猪圈，我有些，我有些鹅啊，哦，太贵。好，猪圈没有。小蛋，哦，啊，全部，全全部最流最流行的蛋啊。好好留留给你哦，不用留太多，哇，这个大石来，加一点米酒头啊的，等一等，我已经起来，我看到米酒头，我要下来。哇，很漂亮，直播间不要看，很漂亮。我跟你说，等一下给另外一面就好，这边就这样就好。还是没有办法像香肠那样。
你不要看我这个面，这鱼的这一面，太丢脸。我帮他，我们对，把它酱汁淋上去就好了，增加点颜色，看一下，吃来不错。三杯丝瓜。什么东西啊？哎，三杯丝瓜。我在收汁了，我在收汁了。来，你们吃吗？有人打吗？没有。哎，你们来拿下三杯丝瓜。在甲板。三杯丝瓜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汤圆。哎，阿妈没有煮汤啊？是阿妈煮好啊？阿妈有煮汤吗？对啊，把这个汤就好了哦。喝啊，不要了。盒子已经解了，已经弄了，就是快点。好了，不然等一下我跟三杯丝瓜一起煮了。好了。三杯丝瓜，我跟三杯丝瓜一起煮了。太复杂了。对啊。猫的量。好了。浓烈摸。好吃哦。哎。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吃起来好吃，就看起来不好看。可以。这是汤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吃一下，因为好脏哦。是吗？它是有鲜味的啊，真的认真啊。因为它鹅的鲜味有煮出来啊，只是它看起来真的很脏。哦，它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重口味，对不对？它是鲜，它有盐，没有，什么都没有加，就是鹅原本的味道跟香肠的锅气在里面。锅气。不会，我马上就转角了。这已经吐了两道的肉的料，肉类了。所以平常在美食，之前在美食都是招牌吃牛排，我最常煎牛排。哦，就是因为它这就是很粗暴的料理嘛。我自己都是先大火热锅下油，然后等到它冒烟之后呢，把牛肉放上去两面煎，然后煎到就是变色了，就把它转到小火，然后就慢慢的煎。兄弟旅行团啊，这个不是我兄弟，他是我儿子。你好，陆琪啊，叫黄登辉。你好，是吧？你好，我比较熟悉一点。是大哥哥，最近哦，衣服特别有气色。他姐姐长发，三个姐姐嘛，三个联合修理嘛。哎，啊，但是他也算严的，因为他哦，大概哦，最浓的不乖点会啊，不乖萌啦，乖萌。阿布关电器啊，关不好，所以那下小花关灯关了，关不来气。先等长跑，副歌接下来，好不好？写给姐姐的歌。姐姐，不要找我麻烦，我有没有不管，盯着我也不敢。Alright， 谢谢给我买的香烟，我是你的很久的习惯。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夫人也是当护士啊，对，但是今天好像还没有看到。辛苦，真的是辛苦了。那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行业，尤其台湾现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对，没想到女儿客少击球，还有她同学，这个是护理系的。对，你看这一段影片哦，将来在你们毕业的时候拿出来看，你会感动到掉眼泪。然后也给你一个承诺，将来你要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会到。
你觉得你是到不了还是没味道？不是，有包含你吗？对，因为我是一定会到。哦，那就好了。不可能说新娘要结婚，新郎不到。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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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来来，阿丁，你招呼我，我们就开始。来来来，阿妈妈，来，哎，天凡，来，哦，我想帮忙一下。不谢不谢，阿妈，开动了，开动了，没事啊。我这鱼我一直捞。很好吃哎，真的，厉害。冷掉了，哇，没办法没办法。冷冻掉，冷冻掉。这菜龟我煮的，不错。菜龟，我们上次。阿妈，菜龟我煮的，哎。哎，陆青汉，你有没有看到人家是怎么样在对付母亲的？对，要不要温暖了？我现在都帮你摇一下那个菜龟。不要，你每次会摇到我不喜欢。只有爸爸是知道阿嬷牙齿吃牙不好，嫩的才会吃。对，我就是因为知影这块在煮菜龟哩，讲的啊。阿嬷好吃吗？赞哦，你有看到吗？我要，最公正的。这丝瓜本身好吃，这里当地的丝瓜够甜。跟煮的人没有，应该吃沙拉的。我们做这个鹅肉做的非常好。鹅肉，我觉得，我拍的。但那个陆金派的牛排真的煎得很棒，你要加酱，中间那粉红色，这个酱汁我要那个蘑菇的就好了，香蜜。时间才过三分钟，阿嬷讲吃了。阿嬷，你不得问我，来，你帮啦，帮好啦。你电话还吃了？哦，哇呀，好吃，我跟你讲。你看，是唔怪菜龟关系了。我阿妈今仔有好代志啊，他先走啊。我们刚才就聊啊，我们三个男的一起在那边弄，我们觉得超累，好累。那以前阿妈一个人弄给全家吃，然后我们还要工作。对，所以看到女生的都要懂得特别尊敬，去做肉，对不对？妈妈，你的。那个丝瓜、菜瓜，是吧？没办法。还有这个蛋，对，还有香肠，对，还有三道菜都不错。谢谢。哎，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汤弄的最棒。你敢讲哦？这叫渣男阿妈煮的。你敢讲他？这样讲这个好像是我妈妈的错。好好喝。敢讲他？这个好好喝，我那个味道哦。那个油都出来 ，My God！ 刚刚有入口了，嗯，这是乡下的茶，超喜欢。啊，你们稍微对我入戏太，刚好大你们大概两岁三岁，你们可以彼此看一下，眼神有对到就可以。亮灯好不好？他叫养鹦鹉哦。嗯。我看到，喜欢吗？啊，这样，有妈妈哎，好可恶，自己都是你。假发怎么玩？你听讲，刚刚那个听讲假发的起劲啊，你知道吗？你要看谁要买单？那个，谁拿谁买？1313元。投杯敬杯，杯敬杯。等一下轮流，就是一个人在那边，然后把杯子投进那个杯子，看谁一分钟可以叠最多就获胜。剪刀，看谁比较准啊？剪刀石头布，开始先。哎呦，阿龙，哎呦，黑都没有，阿龙没有。哎，我帮你们剪，你们等下帮我剪一下哦。我都，不是我改变这个，用抛的，你看，用抛的。时间差不多了吧？来，五、四、三、二。太扯了！就换我们好了，换我，换你们，好，来，秋行啊！哦，对，预备，开始，睡啊，漂亮，来差一点点的啊，很好，可以，你看，
题，但是这个感觉的问题，感觉很好，进入困境哦。你要去想上一个嘛，对不对？很棒哦，快点哦！是在鼓励幼稚园小朋友，对。好，棒棒小谢谢，你就快成功了，不要放弃，小谢谢，专心一点。小剑线来站好，小剑线来站好，小剑线来站好。哦，对，哎，你刚才是插板的，插板啦，绕圈圈，你成功够了啦。哎呦，太厉害了，来时间，最后五秒，五、四、三、二、一，亮亮，现在亮了，亮亮一杯了。好好一杯，好不好？真的，一杯就一杯，一杯一杯。他一次能丢一个吗？你要一次丢两个？不要再问蠢问题了，好不好？加油！好，投杯进杯，预备，开始。阿雄，喂，他有在打杯，他应该是理解我。好像快镜头，镜头不要挡镜头了啦。剩下3398，3398，我们这边10000块，还是完完整整，完完整整10000。你们要不要挑战？要不要挑战？要不要挑战？有想挑战？挑战第一个红队给红包，好不好？他们有好的，一个100，一个1500块，一个500。投第一个500块，如果投第10个就5000块，明天刚好去那个游乐园玩。好，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啊有，他每一杯都有中，没有，哎都中到杯耶！慢慢来，拿下面会比较重，拿下面中一个，拿个500就好。对对对对，丢飞镖，丢飞镖，直接对。快点，快点，有赚钱的，有赚钱的，快趁他们后悔之前，年纪，中到都没有，拿下一杯，拿下一杯，给他，给他，给他，后五秒，哦，后五秒，哦，打开看有没有，有没有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哇！音乐听到，再次谢谢钟大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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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你们这个好好认真读书，对，哦，将来的步入社会非常重要。谢谢他们，谢谢。阿力虎来进来讲，好，不要给他打扰了，谢谢，谢谢，谢谢。您对头输到尾呢？我觉得我们都临门一脚，因为你看那个雷亚卡也是差一刻。对。然后刚才这个只能说是技不如人，这没话讲。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所以实力没有差那么多，但是运气好像没有那么好。嗯。但没关系，还有3000块，3000块应该可以买到一间房间嘛，我们就一起睡。我没差啦，我们就一起睡。对。春秋哎哈，你好，本次这里哎布袋戏为主题的酒店对不对？对，这边哈，这个是我们就是在地的一个文创设计的酒店，文创设计是是是。原本哈是有房地产大师哦，林俊雄哈，哎，那后来之后我们就把它重新改建掉。哎，这个很棒。要做一个主题设计的。他说我们房间里面跟布袋戏，哎，看到门牌上面就是一个布袋戏的 logo， 布袋，哦，今晚我们就要入住在这里，叫做是
虎尾春秋啦。看一看你们这次的房间要卖多少？来，第一个，舒适单人房1500。豪华单人房，还有三千，2000，我还有3000多。定制双人房，3000多，多少？您看，3000，买这两天还买不起呢。我们可以一起睡啊！我们可以一起睡。明天我们的小孩可以跟人家一起睡。我们一起睡。可以啊，我以前室友3个人住客厅，可以哈。我们可以2个人住单人房。跟你交代过，叔叔不是人吗？没有啊，没有，那是跟姐姐交代哦。交代啊，你们真的要这个就好吗？我们没钱，我每天没钱吃饭。你们太夸张，2人房2000，豪华单人房2500，合理啊。豪华。那老板，你不要，你可以租开的，不要，这个太。啊，你卖枪啊啦！我没有几万呢，5万块就好。几万呢？5000开开。开开啦。你呢？这是开耍，2000套票剩1000多，我卖5000多买。我不用住那么豪华呀。没关系啦，住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好啦，所以就2000豪华，然后当挑塞，你也很好劝的。是啊，不好劝嘛。还有人要给你有花钱出来的，当然好。好不好？那我们就2间豪华单人床，1间这个双人。等一下啊，还是我们另外第一个价位不是有更便宜？我们可以1500。哎，对啊，我很明显不跟你住嘛，刚刚才被提醒。对呀，是我跟你讲。对，反正明天再说，明天是明天再说。我跟你讲，你听我讲，嘿，这只有一张床，只差500块。这是双人房，一定有我们俩都可以睡。这个可能一个会睡沙发。没有，没有，你要买2间，2个都买这个是不是？对啦，两个都住豪华啊。那你们2个都住舒适啊？对啊，对啊，这样就合理。他今天有带衣服来呢。剩39没有啦，OK 啦。那我就问一句，就是你会不会不习惯跟另外的陌生人睡，就是不熟的人？当然是不习惯了。不是还好，那就这样。这2间是单人，对，2间豪华，对。OK， 好，那我们就准备入住喽。好，来。OK。有没有睡好啊？不一定有睡啊，这么早就起来作怪，一定有啊，对不对？四个腿共腿，然后连晚上电话都不打。连打都不打，对，起来就算起来聊个天，我干嘛都没有。昨天晚上收工回去，我就手机直接开那个预导模式，对，也没有想要跟你们聊天，也没有想说会有什么期待，什么都没有，对，没有，好惨好惨，惨，我们就今天来了吧，没有，因为今天看你们昨天这样子无精打采，没有女孩，今天一定把女孩心情，哎呀，会有，所以小心情，好不好？女孩是女孩。4间房间哦！哦，哎呦喂呀，大长身材很好哦，长发飘逸，高发飘逸，对啊，应该是模特儿之类的。这个可以，对，没有选到这一件，哎呦，可惜，哎呦，好像皇上在减肥，对不对？大家，我们就今天来了吧？没有，因为今天看你们昨天这样子无精打采，没有女孩，今天一定把女孩心情。哎呀，所以小心情，好不好？女孩是个女孩来了。等，四个女孩一个，三个四个。不行啊，这个女孩的选择要看你们的本事。是真的吗？求来就吸。等一下会带这个帽子，马上把甩掉球，然后用嘴巴吸住那个球，最快的就可以先看。这样，最快的可以看4间房间哦。皇上在准备。哇，个人赛，简单的不。
好，等一下，等一下，听口令，求来就行，太急了，求来就行，预备，我要去选备。哎、欸，快了快了，你在吃猛龙来了，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自己把那个逗猫棒给弄了。哎、欸，要吸要吸，感觉都碰到了。我换这个别的，不行，逗猫棒，很无助哎、欸。不行，那个游戏会卡住我嘴巴、啊。哎、欸，陆七派，知道爸爸平常的工作的痛苦，真的不是人做的。哎、欸，儿子说不是人做的。这个会不会这样就到晚上了嘞？哇，哎、欸，陆七派也会讲风凉话。哦，也会讲风凉。你要不要想一下，一开始的语费，你只吸了一瓶。而且不穿，你造型要超稳。哎、欸，打到牙。吸的，然后吸的，酸棉在叼的，有酸棉在叼的，哎，不要吃啊！要吃啊！好了，吃掉了，要吃，要吸啊！好，吸就有了，吸有吸啊！时间是2分06秒，哇，哎呦，哇，这个完全是靠那个真的核心压力跟大腿。换第二位 kid 了，球来就进，预备，有没有？有没有？有了有了，差一点点，哎，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这个到最后的那个腰会很累啊，那就是那个腰，真是就是，哎，你要快一点，我现在突然有个不好的预感，就是这四个会不会有一个其实是骑妈那种，所以如果你不赶快的话，到最后。没得选，对，你需要跟骑妈配对，我觉得有个不好的。哎，你刚讲四个，对啊，就是那就配对，会有鬼牌吗？我有，我一定有鬼牌，所以才会有这个关卡。一定有鬼牌，所以才会有这个关卡。对啊，好，我看1分多，1分22秒，要吸，对不对？我跟你讲哦，这个吸有策略的。好，我还没有开始，对，前面两个已经弄过了。对，儿子。嗯，好不好？我就是把这个传授给你啊，因为这一个是我在蓝屿学到的啊，嘴滑。我应该是在差不多8秒左右。哦，好，好，好，八秒就给1秒了。球来就吸，球来就吸。加油！哇，那我这样压力开始大，前面开始有点高了。我们俩儿子加油！好，准备，哎哎，真的有学到哎，真的有学到。
戴的，要换，要换，要换，我没得选，你没得选的。七八，我要七八，我肯定要跟焦来要骂一对。厉害！那个这样子嘛，以后我就是那个冒冒气球界的一个。好，冒冒气球界，冒冒气球界，冒球冒球。现在四个房间上面都有唇印哦，你可以依据唇印来选择你想要看的食物。哦，我有厚唇，哎，碎小唇，小的，小的。哎，这个唇珠很漂亮，樱桃小口红。哎，挺内行哎，对不对？哎呦，这个应该有在矫正啊，牙对不对？这感觉比较像痘痘。哎，这个刻意把嘴巴打开再亲，好不好？哎，等一下，生旦净末丑，这个就是丑丑丑丑，这个是净，这个是净，哦，这个净，三个丑，三丑一净。我看这个比较像奇妈，这个很奇妈哎。那很奇妈哎，那因为我没得选，这边让我先选好不好？我觉得二号不行，不行，我觉得二号不行。宪哥先选吧，不是啊，要选要可以啊，但这都可以选啊，因为大家都抢一个，那你们尽量不要跟我抢二，好啊，我没得选，好啊。我选三跟二，对吧？二号不错，三跟二，好 ，OK， 你呢？那个嘴型很漂亮，我可以选三个，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就选三个丑，一二三，你不选进吗？我觉得这个嘴巴，张太开，对不对？对 ，Hello， 你看这个很丰厚，有没有？对，儿子，哦，这个是内行的，是不是？哦，是，刚好新电影啊。哦，舒淇，舒淇在这里面，性感超纯。被你一讲，我就会，好，我要改三跟四。对，我要看舒淇。我不能三号，我们三个可以改。对对对，来，很刺激的，很刺激。啊？哎呦，很刺激的，很刺激。啊？哎呦。啊！不能再继续了，不能再继续了，不要说我黑直观。这炸了。这个可以，属于这至少保证是对对对对。桌上还有看皮甲跟它香水。哦，来来，还有一些线索哦。这是什么味道香水？OK， 我们看完了。很有活力啊。对，它这个臀腿越宽。收一下，哎，髋骨臀尾越宽。但是感觉出来清晨，好。这个可以，反正是轻松。对，这可以，都可以。好，关门。哎，你们好像没有开心的出来耶。我们是用严肃的心情对待面对。哦哦哦，对，闻一下，很香哦。小苍兰，小苍兰，小苍兰。好，小苍兰的味道。来看二号，二号，二号我可以看，二号你看，干嘛？我三也是，我跟三。好 ，OK， 来，各位。哦，哎呦喂呀，大长腿，很好 ，OK， 好，身材劲啊，哎呦，身材很好，好，真的吗？哎，我刚刚选二三，你们在那边讲说什么不要？而且感觉他有在运动，在运动，身材超好，运动型的，哎，这个，而且很高挑，长发飘逸，高发飘逸，对啊，应该是模特儿之类的，嗯，对不对？哎哎，他还会自己想要肉肩手女。这个亲手女，对，刚刚那一间也亲手女，亲手女，这是她的香水是不是？对，哎，这她的皮包比较成熟，比较成熟，应该不能开对不对？是熟，可以开哦。对，里面都放，里面就拿卡出来了。我跟你讲，我已经知道了，她的香水漏的痕迹，夜店专用，哦，夜店咖，夜店，这个我。放弃是不是？经验这个货，可是我只能看这一间呢。哎，但是他这个脚悬空，这个角度看会觉得是捏面人。什么 ？L L， 哎，用一对，忍不住，那我本性啊，有脾气，忍住，攻击性很强哎，会懂，好，二号正，二号好，身材真的很好，哇，你有听到我讲话哦，身材真的很好。模特真行，好，来再来一号，宪哥跟那个不要选那号，舒淇，哎，真的是我们来父子一起去看一下，来，好，从唇印就知道，因为唯一个性的人不是属于比较严谨的，不能讲，怎么说？他连边都很清楚啊，哦，像盖印章，你选就知道，
打扰了。哎呦，躺着。哎呦，是还没有 cue 他起床。嗯。在发抖。但是这种袜子，还有这种运动裤，这种上衣，属于什么？讲好听也叫不修边幅啦。哼，不修边幅。啊，难听一点就邋遢。对，然后发色算是比较 old school。old school。对。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很像跟我年纪比较接近的女生。年轻哎。比较跟对，可能比较小。有吗？因为就是很像有没有女大学生宿舍穿搭，对不对？短袜、运动裤这样子。闻一下。哎，他，哎呦，这个很清新哎。怎么闻这么多次？喜欢吗？没有啊，会用这一瓶的，年纪至少35。嗯，为什么？是吗？我对香水，他在抖。我大概知道了。好，我心中已有答案，心有判断，你也有判断，心中已有答案。好，最后一间哦，只有那个 Kid 跟宪哥没有选到这一间。哎呦！可惜，这个 OK， 但它坏在粗直，它的那个手的那个皱纹，对，肉的痕迹。哎呦，它开窗帘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在看腿。这个你大概觉得几岁？几岁？这个应该在34。你看这个，哎呦，他会生气。他如果很生气怎么办？很生气，这气质好像不太行。哇，这气质好像不太行。完了。哦，来，哎，看香水。香味包啊！我刚发现他手臂是有肌肉的，他不能而且是行路的，就是扑的姜啊。姜嘛，为什么每个女生的最爱？没有，来，这什么味道？姜黄。对，它有什么分？它有嘛？这个大概就是，这个不可能是苹果梨，不然，对，苹果梨嘛，苹果梨，哎，我听到了啦。唇印有那么厚吗？浅，他很爱浅，好难决定啊！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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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西九把大师，先选穿那个阿嬷睡衣的那一个来，阿嬷睡衣哦，横躺的那个，哦，横躺。就先欢迎七分。是因为那个香水的问题。对，杀手级。35岁，你几岁？有点伤心。好，第二位是陆西派哦。哦，就接着换我。你是第一。啊，我有看的也只有2跟3，对不对？是你没有看、啊。是我没有看。把它选掉。这样子好了，人生要有点赌，我就选那个我没看的10号，第4间房。哇、哦！他喜欢那种的。是谁？4号可以。吴宇轩，哇！哎，你不好，哇！来，这里，大姐，是我，姐弟，可以，恭喜哈！再来谁？我跟你讲，我就因为我就选让给你们了，没看到。OK， 谢谢哥。可以啦，我选皮卡丘啦。喜欢那个，你就喜欢皮卡丘。皮卡丘那么可爱。那我欢迎3号表情管理啦，表情。皮卡丘，欢迎啦，好不好？嗨，就像说选那种甜心 feel。
所以你只剩下那个二号，你有看吗？名模，我有看。名模，他拿鞋子丢你那个。哦，最后一位，二号。心他爽得不得了，好不好？有女生真的是比较好搞定。我们刚刚就已经在讨论，对，你一定就是喜欢三号那种。而且我们就会在就是大家的面前表现得格外的认真，对，因为要表现给那个女生看。主要三在同堂吃饭吗？有需要吗？今天找五家好不好？煮五次饭，煮五次，煮五次，好不好？不用说了，做什么我不明。昨天呢，四个屯共同，还有一个是儿子，然后在那里吃的。我有病吗我？我今天有什么倒都可以。对呀、啊，来吧，好吧，游泳。来，登场了。高空弹跳，这边跳。先公布你们两队的羡慕田径，就是昨天不是三百吗？不是五千，是吗？别让你们吃好你就好了，这好多好多。然后我们这边五千还是昨晚我们花掉的五千，这边两个杯面有难色。这是平民窟，不是，我们是荣耀唯一。为什么没有人学我？今天早上呢，就是要大家再进去赚，对，不然是另外一队。我们没钱啊，哎，我们有钱啊，你不用管他们啊。我可以直接吃。你赚多越多越好，你最后的累积金额是可以换成现金。是脚夹有力，等一下呢，让女生夹球跳起来，然后把球弹进男生腰间的那个男生，弹越多高，你的旅费就越多。了解，好玩好玩好玩，对，那我们可以接一手，可以接。哦，我们啊，是，哎，我跟女生啊，我们条命，男生就退啦，不用怕，不能怕，不能怕，好吧，条命，哎，对。气氛更壮烈。他去可以比三点，太高了，太高了。我有抓到有。好，我知道。二，简单。三。啊！这很难的，你们哪？很快啊！哎，时间倒数哦。二，三。不要，一直丢，对，一直丢，对。哎，这个是计时的哦，计时的哦，一直丢。如果对，哎，可以靠身上那个差板。弹出来，弹出来，差点，差点。六级耶，没有他坏在，他不会接啊。最后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哇！
先让我先没关系。好，那个人一球我先来。好，你先来，先来，我先来。没问题。我先来，我先来。你负责帮他放球，你就一直摆着吧，然后我来负责捡球。这是一个效率的转换。摆好，对，摆的就让他脚。必须在女生面前表现的我们非常的敬业跟积极。积极，来，大家加油。黄队第一组，慢慢来。往上，往上，往上，很好，很好，没关系，没问题。有经验了，可以，可以，可以，很好。哦，有经验，很好哦，很好哦。对，应该往上。可以。我因为我其实不会很难接啊。一球。不会很难接啊。一球，一球，一球，一球。两个，两个，两球，两球，夸张夸张，你好准哦！三球，三球，三球，好厉害哦！对，越高越好，很好，很好，好厉害哦！哎，你是魔手吧？你怎么投这么准呢？来来来来，我们是一起的，哇！在在在在，对，对，有有有，行，好，我们再一球就好，好，八七六五，再再来，快，三，还一个，还一个，二一，对啊，对对对，哎，站得好，哎，真的很棒，加了加。击球，击球啊，十五啊，太高了。他们刚才那个抛物线有没有？对对对，尽量不要让球的起伏。那黄谦，你有什么姿势都可以。神经病，神经病，教人家。不要被击球的气势吓到。没错没错，我们尽力就好，尽力就好。A 队第二组，好，找一下抛物线，力道先找一下。可以，太猛了，尽量抛物线。太猛，不用那么大力。轻轻的抛，对，太这个球都太猛了，刚才是。我们再小心一点。那种。哎，小心一点，就加小心一点。好，真的没有办法移交了。真的没有必要移交了。你就默默的捡球就好了。哇，差点输，跑出去。这个抛物线太高位。很精，很好听哎，很好听哎。好，汤姆，汤姆，汤姆，去了去了去了。哎呦，可以。好球，好球。你有没有看我在中弹的时候这个才是对？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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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压住有没有？稳就好，稳就好。五、六、三、三、四、还有一个，不要放弃。好，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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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很厉害。每一球可以500元，每一球500，哇！六千五
有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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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呼对呼，想一下，今天比较有精神，想一下对呼。真的心情很好哎。还好。对，波波小鹿撞撞撞。波波小鹿撞撞撞。哎，各位各位拍手。宪哥开播六年来，第一次想对呼，他第一次想对呼，而且即兴啊，我们去听一下，即兴即兴，听一下听一下，帮我们，因为这是历史的，这是见证历史，粉红粉红，对，历史历史这历史，然后一起帮，然后有要有动作，波波，好，等等等等，波波小鹿撞撞撞撞，对，好，好，好，站一下，好，预备。啊！波波小鹿撞撞撞，嘿！波波小鹿撞撞撞，哎！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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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啊！撞啦！来，那我们今天这个丰盛的这个午餐，欢迎福伟春秋董事长特助周子云。介绍一下这边啊，那像我们这边是我们是意式料理的，意式料理用的福州，但是其实我们用了很多在地的食材。哦，在地食材。会看到这个正骨猪排。哦。我们今天做工厂的旧好猪。就鱼鳞的猪，对，鱼鳞猪，然后使用它正骨对骨这些。哇，厉害厉害。那像这个它是我们红烛的冰卷。红烛的哦，对，它的皮很 Q。冰卷。哦。那像下次的部分就是我们鱼鳞红的白虾。白虾，对，这个凤梨就是我们东南产的，哦哎，这个凤梨是台湾凤梨，对，下次打成凤梨吃，哇，凉凉的哦，非常好，谢谢，那我们就再次谢谢各位客座，好吧，谢谢大家，来，那咱们就不敬礼，开动，好不好？来来来来，哎呦，金奖，要付钱吗？宝贝，金奖金奖金奖。吃完才收，会不会要留下来洗碗啊？哎，黑队要多吃一点，因为您吃的很可能就是您的血汗。也不一定，等一下又哎、欸，我们还没赢过呢。真的假的？骨折那么贵？没有，换什么是300块？哦，300块。福伟春秋，对不对？对。那这个喜欢听到这两个字，好不好？不缺。好。没有。付钱付钱，吃饱了要付钱。好。付钱多少钱？多少钱嘛？这一餐要2000块。你看吧。2000。我们有加2000啊。哦，他们有打折，有做折扣。要在保有一对蛮穷的，蛮穷的。对啊。不想。不要玩了，你们。整身，他的总是懂不懂？没有，我还是比较商路心态说，哎，爸爸付一下。那杯已经付了一辈子了。耶！我们是要给老人家买东西，对不对？我跟你讲，来买那个霸梭，对不对？对，霸梭，而且要霸梭，不能霸户。养蜂农场可以，蜂蜜，蜂蜜，对嘛，收到就是要一种这样咿咿呀呀的声音嘛。好，今天两队的金额是这样子。1万1500跟3398，太多了，要不要让你笑？让你笑，我让什么？吃饱饭的一定是鼓励我，来表演。真的啊！面目全无，全神失色。等一下拍一男一女，由女生来抛丝抹布到男生的脸上，抛越多，
就越就获胜。对，脸要接到，叠起来，叠起来，对对对，不用叠起来，就放上去就好。切的东西哈，我跟 T 都 OK 了。对，这个给你，没问题啊，当然没问题啊。对，那你 OK 吗？你那个毛巾是要把它摊开，要啪对，披萨甩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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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刀石头布，好。他们抓到，他们抓到。没有没有，完蛋了，完蛋了，千年了。来，好，可以高一点，没关系。你的麦，你的麦。好，远一点。没有没有没有。喂。啊，可以。被打脸很厉害，有他辛苦了，辛苦了。不会不会不会。Yes， 谢谢他。哎，这个你一半，先到你了。哎，说一半，不能输了，不能输了，开始说，不能输了，不能输了。刚刚就说出一个就好。我们那个2000我们已经付掉，除非说我们来玩场女生接的，赢的你们再提供，比如3000的奖金。哎，可以哦，不拿了，好，就是加好赛。对对，加马赛3000嘛，高真，我跟你讲，高真加我们两个，好不好？面目全身加马赛，预备，出来，出来，哎呦，好，好，好，又回到上面了，这没有，这没有卖海鲜哦，没有，哎，都可以，掉了。不要急，不要急。最后秒，分数是3、2、1，上了，漂亮，赞，耶，快到，哎，快，赞，丢脸见一见，可以，了不起，多少？13条，最惨了。好，来第少音哦，彩线，彩线哦，好，慢慢来哈。面目全是黑队，加马赛，预备。没有。再高一点，他压力大了，一个这个，哎，金杯，好，一个这个，哎，金杯，好，加油，加油，有没有呢？彩线，哎呀，哎，脸真的大有好处呢。太干了，太干了，
骗回来3000元。对，因为虎尾这边呢有很多特色伴手礼，等一下呢你们就是带着女生然后去这沿街买伴手礼买十样，然后我们呢要到我们的这边当地的长照中心，我们把这些伴手礼送给老人，我们一起来做爱心来关怀老人。 OK， 好，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有气球吗？对对对对，上车了上车了，耶！对嘛，射到就是要一种这样咿咿呀呀的声音嘛。对。对，那声音呢？今天好低频哦，今天鸦雀无声了。我们是要给老人家买东西，对不对？对对。两个字。什么？诚意不是实际或实用的意思，就是钱。没有，比如你买吃的给他吃，当然就软的嘛。啊，你摸几老狼，你跟我讲摸几，对啊，对，实在的，你可以，这这很好消化。对，懂了。他买一些东西，哎，他用得到，你送他一个金条，他用不到，牙膏他搞不好也比较喜欢。不然先问一下，台满直接问，台满直接问。哎，这孟姐，哎，附近有没有伴手礼的地方？红灯转过去，那叫虎珍堂。哦 ，OK， 真的，哦 ，OK， 好。红绿灯啊，谢谢谢谢。你讲头前那红绿灯转过去啊？对，左转过去。虎珍堂这里在报路都报红绿灯，对，的个数。从昨天到今天都没有听到路名哎。真的哈？对。哦，看到这个红茶冰，就让我想到昨天金吉柠檬。金吉柠檬。哎，虎珍堂，真的，虎珍堂，虎珍堂。啊，你这里这里，哎，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对，有是有是，门口停一下，现在可以。五月月沙，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对对对，带多少？我们要带十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先买个两三份就好，不一样的，两三份不一样的啦。OK OK， 感觉这很厉害，好吧？哦，好吃哎，哦，很绵密。嗯，是地瓜，它是地瓜，这好好吃哦。它吃起来像整块的，好吃。哎，是软的，老人人要 OK。这个是紫地瓜跟柠檬的。哦，紫地瓜。我们就买一个这个。这个打包。哦，对了。好不好？打包。这是你们的茶了。那你现在在做这个是什么？这是现做的。很香。现做的吗？我不相信。来，拿一个我来看看。哦，可以帮我倒，整块这样塞进去，收音的哎。哎，他放进去那一块是冰的吗？里面那个都是地瓜乳酪。好 ，OK， 各位，我们不要进客，还有老婆哈，对对，因为我们要走，不是走。好的，你要去舒服，这里等一下，我们收音的。哎，那我们就外围绕一下，好不好？好啊。全我们我跟你讲，各位女生们，我们这的宗旨就是，能尽量不下车就是不下车。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都在车上完成一切的事情。好，各位，那我们是不是要这边绕？如果不行，我们就要真的要问人了哦。对啊。哦，对啊，不然这样子让他去。可能会太开心哦。其实我没有开车，我是觉得还好。哈哈哈哈哈。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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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那种是可以买一些。这个你现在飘逸只要睡觉。不是，它白噪音很舒服。很热闹啊。对，有女生的白噪音就是很舒服。对啊。白噪音一直有声音，你就他要有声音，所以他就很好睡哦。可是突然不讲话了，他就突然醒了。哎，来问一下这个，问一下那个，这个同学，应该错了。嗨，同学，嗨，同学，伴手礼，对对对，伴手礼，睡觉哎，名产店呐，伴手礼，伴手礼哦，对。你也认识啊？你们是外地人啊？同学，同学，同学。哎，同学。同学，同学。名产店啊，云林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酥的冰冰。没有，这里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不会这样嘞。
我跟你讲，这一集会引起虎尾人公愤哦。虎尾到时候就站出来好不好？昨天县长送我们那个啊，什么蒜头精啊？哎，对，把那个拿出来，然后去找说有什么啊？这样不是很聪明吗？布袋戏馆嘞？布袋戏是特色了。布袋戏还不错啊，我去看看啊。我们就可以推广。我问一下，阿飞，那个不好意思哦，请问那个布袋戏馆怎么走？几个红绿灯？好，谢谢你啊！哎，这边真的很喜欢用红绿灯来暴露哎。哎，到了。对。哎，可是这里面好像没有在卖什么，它只是参观而已啊。养蜂农场哎，卖文创商品。哪里？哎，有妹子，有新妹子。问。哎，他们在拍东西。他们是谁？哎，我先认识他，是谁的？真的。嗨，综艺玩很大，哎，闹着玩呀，这么巧，也有烈，过来，过来，名字有什么名字？这么巧，你是谁啦？你好了，我都是谁了？你坐前桌在睡觉啊？吵得跟鬼一样，都睡醒了。小哥，怎么了？这边哪里有名产可以买？名产，我就是名产啊！名产就是当地云林名产。去过，去了。买完了，没了，到下一个乡镇去看看。一定要在这里啊！我啊，有啊呢。阿美杜姐，我阿美佩姐。哎，如果想不到就不要硬想。没有，你很古老啊！难得上这么红的节目，拖人家时间嘛。不用啊。好啦，再见啦！好热闹啊！哎，你们到底去了哪里？我刚睡了15分钟。哎，甜蜜园养蜂农场可以。蜂蜜，我跟你讲，蜂蜜，等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加一点来。有蜂蜜，蜂蜜水。你好，我们来买点伴手礼啊。蜂蜜。蜂蜜很香。这是什么蜂蜜？龙眼蜂蜜哈。啊，龙眼。真的超屌！好了，买了，就因为这样，我们要买。对，那个醋哦，买个凤梨的。对呀，买个两瓶。桂花的。哎，各位，你们看到这边？觉得。云林良品啊，果酱啊。那天我说，网上没按评论的没，我现在用手的。哦。送的，送的，什么意思？按评论可以的，比如说你在留言，按赞就送了，按赞送蜂蜜水，还有，姐，你不要讲那么快，我听不懂。一瓶是16，你要买头一个可以发，还是太快。一瓶是16，你要买。哇，他真的快，对吗？真的，我你刚刚本来那个赌多少钱？还没有一点折扣，没有，我在固定外头给你下去啊。送一瓶姜嘛。我们这一箱可以送一瓶姜，然后再帮你补身体的。好，让你说。老姜红枣蜜啊。姜，这也是蜜哦。好，再礼拜，我们多礼物了，有一个商店街呢，好啊，敢去钓？
有几只屌，对吧？有几只屌啊？还是狠的这样，我那边一定有。啊，我跟你讲，来，我跟你讲，来，买那个霸梭。好啊，会管对管霸收，而且要霸收，不能霸户哦。对对对，霸收他就是已经输了。无尾肉干这边，对对对，边播边播，哪里哪里？刚刚讲什么？左边这里，霸瓜，左边左边霸瓜霸收这样。在走霸收啊，有，来来，好，你可以留个敬畏的态度啊。你看刀精的嘿嘿，哎，这样那边一斤三百二。阿内哦，一斤320呢。啊，福州限购够怕紧的。慢慢卖掉。要。可以。我拍谁啊？因为我们这个是要送给老人家吃的啦。对啊。你收一斤，爸收一斤啦。成交 ，OK。OK 好。啊，跟爸饼嘛，袂歹啊。没有，我拿另外一种。这个比较软，可以吗？这看嫩哟，我看麦。不会，我们啊。啊，不是我们的招牌，不会了。哦，这看嫩哦。对，这些都送你们。没关系啊，要送老人的嘛。哎，停下！进来！我们要送老人的，好的，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这个320，这个400，720，没关系，不用了。要送。老王，哦，好，两个都 OK 啊。阿内好，阿内来去。哇，我们大部分都，哎，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温暖？对啊，是不是啊？好热情，对不对？礼物到手了，好，哎，欧米亚也带好，好，给老板手上了。哎，你好 ，Hello， 我们就这样来看他们的啦。你好，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今天我们来到这边了，除了送这些礼物给大家，代表我们一点点的心意之外，那个，露西派弹琴好了，来，就是这有琴的，来。那给一个 F 好了，好吧。妈，你手机放下，这是我跟你说的。哎，对不起，对D。隔山渐渐秋，我定会通。别说你谁啊！谈了酒杯，装着满满的相思。你的形影虽然离开，但是我的心内永远拢是你。哎，跑嘞！想你三年，一起走。回头甲袂甲你想一摆，明知也无采工，风吹草动嘛心沉重。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只有是随风乱纷飞。好，阿你有鼻毛。阿妈几岁啊？嘛，几岁？啊，72。哇，18岁。啊，你嘞？我十八岁。你啊，怎么？好，你这个想法嘛啦。到这里什么岁？啊，无你看我几岁？20岁差不多。我快要上班啦，你。结账金额越靠近你们的累积金额的，就可以把等值的商品带走。七，就这样，七。不够。七个。差一个。你太多了，七个嘞。哦，这不就对了，这不就对了，那一个550啊。OK。一个五张5000。等于五张。一个。真的？就看一下。多少？这边每个是借价钱的。哇，整个钱乱掉了，整个钱乱掉了。来，红溪高原，红溪
元。刚刚呢，非常谢谢大家陪着红队一起做爱心，刚牌很多。对，所以刚刚的那笔账由红队来吸收。谢谢你们大家。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最后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最后一个，现在目前还是很有活力的状态哦。我们也没有在输的哟。精神饱满。球棒地球，球棒，一男一女，这是不用用脚夹的，用手拿毛巾自己抛自己接，接越多颗的，你的家的钱就越来越多。你们是不是只在这两个道之下？对，刮刮刮刮，我跟你讲啊，这个内容我们就安心了。对，他如果一打开，直接第一行祖孙三代，傻眼，完蛋了，傻眼就要晚上黑了。那个一抛。多十五分钟，我们要录差不多六个，真的超标超标，对不对？这个可能要我，好，一男一女哦，真的有难度哎，确定？刚刚你往后吧，是吗？好，来，不太顺手，是不是？我来好了啦，可以好不好？对，这样，眼睛闭起来都可以，这样挑战一下，看谁先。好了，疯狂没有白菜啊，黑白菜，蓝水跟退，黑白退，蓝水跟退，有有有有，杠杠杠 ，OK OK OK， 就抓到，好，让你们先来，好 ，OK。球棒地球，预备。哎，这东西很强哎！上次就是，我就是这个输他的。对。上次就是，我就是这个输他的。对。哦，哎，你看，他这个怎么进去的？哎，哦，弯掉了，弯掉了。好 ，OK。我点，我点，你喂球就好了。对。哎，不错嘞。来，给我球。他这个很强。好，歪歪。哎，还有差一点。他就勾到，等下是吸。哎，进进三球就算有交代了啦，有交代进四球。哎，进五球就尘冒青烟了。我觉得这个跟那个甩把舞，龙太强哎。然后你还是要看他的看一下。哎，很强哎！拿下，拿下，拿下！十秒，很扎扎实实的。不会啦，不会啦，没那么多。五、四，不要放弃。三，不要放弃这个。二，再来，最后一球，最后一球，最后一球。啊，喂，不要这球。哎呀，可惜可惜，耶，帮我，帮我，应该七，棒球，六球，很强哎！还可以，六球还好，你稳稳的，你稳稳的。球抛进头，预备。来，丢掉！来，丢掉，丢掉，丢掉！哎，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这时候如果我们在旁边讲风凉话，就算是比较下流的战术。啊，你没力啦！你没力啦！这个节奏还不错，很燃哎！一球都不进的节奏，蛮好的。真的蛮难的耶！不是叫你头锤哎！不是叫你头锤哎！哎，加油！加油！加油！可以越来越好，很好，慢慢来，不急不急。对，哎，两颗两颗，你再四颗就平手了。对对对。OK OK， 喂球速度快一点，喂球速度快一点。还有十秒。好，再投。哎呦哎呦，有了有了，三球就追到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还好，最后一颗 OK 抓到了，对不对 ？OK， 四颗很难。哎，这样输两颗而已，输两颗而已。来，球抛镜头，预备。哎呦！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我会喂球，你不要理他。哎呦！不要理，一直来，不要理。不要不要，你不要管，你不要管，平手 OK。哎，他不够，不够了，他这个感觉。哎，这个感觉。哎哎，队友，一个一个，再粉，不要不要压力。在玩很大里面，跟吴以轩大热门的时候，你很棒。吴以轩也是我们的骄傲。现在比较喜欢陈耳东的，对，这个是比较在，这个是不要急，不要急，慢，不要急，不要急，你不要，对，不要急。吴以轩其实超高漂亮，可是他的背影常常被我们发现说很像香蕉。可以的，对，不然就是丁国林。丁国林，我妈，我妈妈上去的时候，我妈妈在里面拉。儿子，来，我们专注，我听了没？我们专注，不要听他的。哎呦，最后了，最后五秒，你们要保持形象，可以可以，五、四，来，最后一个高点，高点，把球给我，二、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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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奖池，加两颗两颗，他们两颗那这样等于是八颗了，对不对？我们再一样四颗就赢了，对，好不好？有点难，我们稳的。黄队，女生挑战，预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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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一球，一球，一球，有没有很好？两球两，没有没有。喂，差不多，继续，至少不是三千，七三九八，好，等一下我们会决胜最后一关，最后的赢家除了可以拿到等值商品之外，还可以获得一台机车，还可以获得一台机车，机车，哎，我超需要机车的，机车，我超需要机车的，一台机车，等一下，我们团队我们自己沟通一下。我们大家是同一个，对，他说有能设一台，你马上筹划讲一讲，哎，我就需要一台。然后我们是，哎，啊，我们三个是谁？谁刚？哎，你根本就不需要机车。我们需要机车，不需要机车，机车干嘛啦？我们就要机车。对，我认真的要骑车。他们两个都给男朋友晒。我们最需要机车男的。你们讲到让你们稳赢哎，我们已经赢了一半。不是，最后是谁赢了拿钱拿机车嘛？对，我说你这样才会赢。我们17000多，有七千多啊。我需要，125，需要机车呀。我们先拿到手再说啦，对啊，先不要想想着怎么使用，先拿到手，我们再慢慢来看。机车可以，加油！你买钻是？那台你喜不喜欢？我比较想问，我们要怎么赢？哎，这不用说，不要，反正有赞助赞助都讲，船到桥头自然赢。光卖场，哎呦，哎，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啊？哎，机车，机车，哎呦，送机车，送机车，机车呢？水翻译神准王，这样卖出去要估价的部分。等一下的话呢，黑队有两次的机会，派两棒出去搬运，一次30秒。然后黄队的话，因为你们价钱比较高，所以你们有4棒的机会，一共有2分钟的机会做搬运。最后结账金额越靠近你们的累计金额的，就可以把等值的商品带走，然后以及把机车带走。搬什么拿什么回家？对，搬什么拿什么回家。但是是赢的那最接近的那一队才会赢。我们都一律看原价哦，每一棒搬回来的东西都要塞进进行业货物里面的大车厢里面，要一定盖得起来才算数哦。蛮大的啊，我们有4个车厢，所以不用担心放不下。哎，要盖起来啦，盖起来，就是买完之后，哎，买完要盖起来。其实一个人就是可以塞一个机车厢，要淘汰就要淘汰啊。大概是直接这样，大概是吴宇轩的腿长这样。啊，我们是要7000装满，所以尽量越小越贵。我们就一人就会拿4500，你心里面就算剩4500。最后比较要去好 ，OK， 我最后我数字，我数字概念很好 ，OK， 好，都是塞不进去就不能。对，我觉得我们第二趟再去捡，他们第二趟再来，因为要剩下200块，一定要自己的，第一次只能去一个人，要小又贵，小又贵，对，第一次跑得快，不拿，你先压钱啊，我先去，因为你们只有两个人。
我不要，还是你们两个。那我去嘛，好吧。好，记得记得。注意时间哦，注意时间哦。等一下，我那边走了，我那边都超便宜，只要说右转。那你这样拿多少？拿了几个？我不知道，没有算，因为我刚才掉了一个。是，掉了的不算，是不是？七三，掉不算，就算三千嘛，好不好？今天才三百。两千，那你不要两千，你要拿，你至少拿多一点，最贵的。你要拿五千，我跟你讲，你要拿五千。那个小瓶的是300多还是800？八百多。啊，大盒的那个嘞？大盒的快1000块。那五千的？四千，五千的，五千 OK， 拿五千 OK。美妆很多，但是它就是要看。还买大送小，还是现在加钱的？陆星帆回来了，不对，你要算时间哦，自己把握时间。30秒，你要拿水，你要拿水。哦，这个就对了，这个就对了，这个500。算时间哦。好，我去 OK。那一个550啊 ，OK。可是我们要5000。对，反正我就尽量拿了啦。好了。那衣服也是这样来。好。我跟你讲，太简单了。好。我差不多5000了。没有，4000多，3000多，3000加起来，4000真的。怎么办？你们这一个都要2000的。2000，哇，怎么钱乱掉？没有钱乱掉。我跟你讲哦，你把它抓到5500就对了。是5500，那你们多少？刚刚原本要多少？我们两个拿了10000。10000，所以你们只有7000。没事，什么吧？你轻松去拿，就像我刚刚漫步回来都 OK。但7000里面，最后就搞定。最后一回合，翻译陈祖王，预备。先跑，先去看。好，来。5、6、7，就这样。七不够，不够，七多再一个，再一个什么？再一个980的。你太多了，七个嘞，七个就7000啊。对啦，走走。天哦，拿一个150的。我觉得再对啊，再一点点。好，走。拿到给150。对啊，好啊，我觉得差不多。最后10秒，太久。你们前面要算啊，都没算钱。
一个900吧。精准哦，目前我们换算进来就刚刚好，对对，17000，大概要成本600多左右。上次有精算，没有，现在比较怕他有那种买，怕宪哥那边比较对，比较乱一点，还是女生的东西比较贵。对，一开始去那边我就可以拿，就是至少拿个4000，而且我还可以算的刚好。对，然后你们只要算的很准，我们就胜算的大。现在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拿多少钱。是雅马哈的车是好车。我骑过很多车，雅马哈的引擎真的是很棒。好想要，而且这台超帅的，颜色又好看。刚才在这个玩游戏的时候，发现它的后备箱真的超大。我一开始担心会装不下去，我回来空间还剩很多，因为我本身其实是有在骑重车，真的刚好缺一台白牌，你知道吗？我要载小朋友上下课，然后骑妈叫我跑腿要买菜，骑白牌就是省油，而且又方便，好停车。非常想到雅马哈，刚才我去探听了，雅马哈在全台的家乐福要举办一个跟我们刚才最后那一关的游戏是一样的，你只要线上填报名表，你就可以到全台的家乐福参加这个活动。你想要什么就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挤进这个超大的置物箱，只要你塞得进去，全部送给你，而且不只送给你而已，他还会送你雅马哈购车金。我最懂你的镜头，4月24号起，每周六日在全台的家乐福等你来参加。第一回合，林小璐跟黄登辉所翻的价钱是，5990，那我翻这么多，跟3910，5990，3910，好，来，我们看第二回合，宪哥跟露西派所翻的金额，你看，5120，你看，3359，对不对？也可以啊，好，8820多而已，好。最后两位黄队的金额加起来是7160，追总额17500减掉18270，然后跟7398减掉8269，黄队相差，黄队8710，恭喜黄队获得晋豪125以及车厢里面的所有商品。想着我是干什么的？经理，这三位我都 OK， 就是在写好。漂亮吧 ？OK， 是不是可以？没有，我们应该会赢。我们两个，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误会？这是我们的专家。王志勇。
就是什么年吗？年还是牛？不是，你们玩这个要通知。小弟有老花眼。哇塞，天哪，太可怕了！请问一下，屏东人平常有上课？今天不是平日吗？我们整个屏东县真的是全台湾最热情的，太阳也热情，民众也热情。没错。好，走走走。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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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完蛋了！哦哦。过过过过过。本节目由福尔旗舰六合一冠名赞助播出。